好，今天啊，我们很高兴啊，李妈妈莅临我们事工会议的现场啊，请李妈妈为我们致辞，大家鼓掌。各位姐妹，大家好。好，看到你们真是高兴。哎，这照顾独居老人呢、啊，是我们这几十年呢、啊，我们要继续的做，他自己也要保重健，保重身体的健康。啊，我们这个，丽华姐姐，大家要多加联络啊啊，开心公益独居老人。我家冷谈啊，我家冷谈啊，祝福大家。好，那请我们雪花理事长来致辞。好，谢谢你妈妈哈，哎，我这六年来都受到你的关心关怀，真的谢谢你。我这个月底就要卸任，谢谢，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我把责任。了结了，谢谢。怎么可以卸任呢？哎呦，两任到齐了，不能再卸任。好，我们给雪花理事长给鼓掌一下好了，感谢了。我雪花不来了，卸任，但是还是工作还是继续做，继续担任，继续担任。也谢谢大家哈，还有我们呢，张老师啊，这样提供物资给我们，源源不绝的。哦，所以让我们有机会来服务这些都是好心的、啊，对，都是好心的、啊。哎，好，大家出门也都要小心哈、哦，车子什么东西都要。你虽然卸任，责任更重。这样子啊，对，好、哦。那不卸任是卸任很久吗？对呀、啊，对呀、啊。谢谢，会的，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对对对，好。谢谢你的，好，不会的，看丽华姐有没有什么报告？千言万语啊，最重要的也是李妈妈了，我这阵子都很久没有出来给大家一起了哈，也没有跟李妈妈，多谢她。常年来对我夫妻的照顾与疼爱，我非常感谢。啊，至于做这志工，我也很乐意，很关心这个。所以哈，我会再接再厉的哈，与大家同在，哈，也一起服务。好，谢谢大家，也要重点要祝福李妈妈身体要健康，要嘿。健康，一定要健康。好，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啊，我们谢谢那个丽华大姐哈，那请那个玉琴啊理事长，他这今天募捐的、啊、这很多东西啊，都是他来负责，向各单位来募捐的啊，尤其这然后玉香米啊，是两位很热心的人士，也是那个玉琴理事长啊，他认识的。啊，那个好朋友，那关庙面呢是那个竹林山观音寺，那个水果呢是我们啊这边那个水果商啊谢伯仲先生啊那个来捐赠的提供的啊，那请那个里长来支持一下。我们谢谢我们李妈妈哦，长期我们在护理会这一块哦，都是李妈妈的全部的事业，尤其我们会做这一块那个独居老人服务嘛，是让李妈妈建议的哈、哦。当初我调历史第二顺，到现在已经25年了哈、哦，感谢大家啊、哦，尤其哈、哦，没有我们这些爱心爸爸、爱心妈妈的帮忙的话，我也没办法做哈、哦，资源。也很多人提供，尤其我们李妈妈家哈、哦、贺圣宫、林口竹林寺、泰山下泰山营，还有那个水果摊呐、啊，肉都是那个雅文送的，雅文哈、哦、那个五谷肉摊送的。我们如果有时候要用到肉的时候，全部都他们提供哈、哦，都是善心人士帮忙哈、哦，所以咱好不容易哦，咱那个新北市政府
有甲咱表扬吼，讲咱是做得非常优秀的吼，也谢谢大家，这归功大家的功劳啦，哈，我是代表先出去，哦，咱市政府、咱市长甲咱重视这一点，而且哦，市长非常感谢咱李妈妈家，哦，李妈妈长期提供东西，真的，我们谢谢李妈妈，啊，谢谢，好。也谢谢大家哦，感谢你，感谢哦，谢谢。我们给里长鼓掌一下。这边啊，特别介绍一个特别来宾啊，我们那个办公室的刘小姐哈，啊，鼓掌一下。她常年也有赞助我们妇女会哦，啊，哎，每年都有赞助哦，她都是私人掏腰包出来赞助哦，哎，谢谢刘姐啦，啊，也算是我们的小金主哦，啊，请她来致辞一下。好，很谢谢各位。长期以来就是对独居老人的照顾，你们真的是很棒的一群姐妹。然后大家就在林妈妈的那个引导下，还有玉琴理事长，还有雪花理事长，真的我在这边上班20年，一直看着你们这么持续的做，真的是太感谢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好，鼓掌。帮我们看办公室，有人被搬走了。好，请你妈妈做个结论。今天刚好是好日子啊，家里也会有许多客人会来，所以我们这些好姐妹哈，常常来聚啊。现在立法就需要大家的温柔，大家都关心。不会，我们都很关心大家。好，就这样。好，谢谢大家，要鼓掌一下啊。